宝林拍卖公司的执行董事赵旭。这次是我们自2009年开始公开征集中国艺术品之后第五次来到加州进行公开征集。在征集的时候，我们发现加州广大的藏家，很多藏家呢对中国艺术品的鉴定非常有兴趣，也有很多的中国艺术品的爱好者需要学习对中国艺术品的了解和鉴定方面的知识。这样呢，我们与天普艺术学院联合举办这个中国艺术品鉴定课程，主要就是将中国艺术品的知识、中国文化方面的鉴定知识啊，传播给加州的广大中国艺术品爱好和广大藏家。如果加州的藏家对中国艺术品方面有任何的要求，以后可以通过天普艺术学院啊，与北京宝林拍卖公司各专家咨询。天普艺术学院将开辟网上授课课程，我相信这个课程会得到美国广大的中国艺术品藏家的关注。我们今天天普艺术学院和中国最大的、最好的，也是最著名的北京宝林拍卖公司呢，在这里做个合作。合作什么呢？就是合作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收藏技术、中国的鉴定技术，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然后传授给大家，传授给我们华人社区的收藏家朋友们、艺术爱好者朋友们、画家朋友们。那这个课呢，也是我们刚刚开始启动。也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在网上来设置，然后网上报名，然后他每年呢定期会来几次，然后请一些中国的收藏家专家，他们是保利专门派教授来。今天是大家都知道，北京的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到我们洛杉矶来，到南加州来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来弘扬我们的中国艺术，那刚好有机会，那这个他们是我们的这个赵旭他这个总负责人带队到洛杉矶来，那这次呢我们正好有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见见面，赵旭先生给大家见面一下。到了加州进行征集呢，已经21次。但是公开征集，通过媒体这样的公开征集呢，并不是。我们发现呢，加州有广大的这个中国艺术品的爱好和藏家。由于近百年的这种代代流传啊，华人的精英呢，陆续来到了加州进行居住。这边有非常深厚的中国艺术品的藏品。这个中国艺术品鉴定的一个课程，主要是。应这个广大的中国文化的这个中国活动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来，而且跟我们洛杉矶的天普美术学院能够这个合作，一方面呢，就是说能够帮大家的一些艺术品能够介绍到中国去，那中国的艺术品也可以介绍过来，特别在这边呢还能举办一个鉴定的这样一个学习班，我觉得呢对我们洛杉矶来说呢是个非常的大喜事。